Linlin，我记得有一次全国比赛的时候，就是教练，你都害怕教练不在高低杠下面保护你，然后非常害怕。但是今天怎么能表现那么勇敢？因为通过平时的训练水平，再加上比赛自信，所以说今天比赛发挥得很好。啊，我记得张霞教练说过，说你在场上是特别特别能够遵守这个教练给你的指令的。然后你在比赛之前，教练有没有给你说一些什么？没有，都是全靠自己的信心。因为平时比赛也是教练说了，然后现在自己记得下来，比赛之前就想着教练说的话。好的，谢谢。